我们再来关注2020国际乒联男子世界杯的消息。昨天晚上决赛在两位国乒队员马龙和樊振东之间展开，比赛过程一波三折，双方总比分牢牢咬住，直至决胜局。最终，樊振东以4-3战胜马龙，不仅成功卫冕，更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3连冠的选手。而马龙虽然未能在本场比赛后实现个人3大赛的25冠，但他在半决赛逆转日本选手张本智和，以及在决赛中处于逆境时的表现出的顽强斗志仍然令人钦佩。